我们看习题，他说这个图啦，在同一平面上，由细导线呢围成半径是 r 跟 2r 的这个两个同心圆，已知一均匀磁场，磁场 V 是射进去的，通过此平面，若磁场随之间做均匀的变化，且感应电流所产生的磁场可忽略不计，则大圆导线与小圆导线的感应电动势的比是多少？好，他说，均匀变化嘛，就是 V 的话，可能是就是 V0T 啊，加一个常数 C 这样子，均匀变化。好，那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感应电动势H 的，就是 dΦ 啊除以 dt 嘛，就等于面积 A 哈。面积 A 是固定的，这个大面积跟小面积就固定的，乘以那个磁场对时间变化率，再乘以那个 V0， V0 这是常数嘛，那所以这个跟什么呢？跟它的半径R 平方是成正比的，所以 H2R 大圆的那个感应电动势比上那个小圆的感应电动势跟它半径的平方呢成正比，所以是2的平方比上1的平方，所以应该是4比1，感应电动势是4比1，所以答案是选 C。